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아시아의 4마리 용으로 불렸던 대만은 한국의 발전에 한편으론 불편해하면서도 한편으론 한국을 부러워하며 각종 방송에서 한국과 자국을 많이 비교합니다. 저는 오늘 대만 방송에서 한국의 정치, 경제, 사회, 문화 등 전방위로 한국을 언급하며 비교 또는 분석하는 영상들을 간략히 모아봤습니다. 여기에 나오는 원본 영상들의 업로드 시기는 작년 4월부터 올해 4월까지의 영상들입니다. 더 최신의 원본 영상들을 올리지 못한 점 죄송하게 생각합니다. 각 영상의 시작점 이해를 돕고자 간략히 영상의 배경을 설명하겠습니다. 첫 번째 영상은 현재 대만의 경제적인 위치를 다른 선진국과 비교하며 말하는 내용입니다. 我们来看看真实的一个数字我们不要跟墨西哥比了我们就来跟其他国家比 澳洲 152,000 美国 144,000 这是一个月的薪水哦 亚洲四小龙里面的一个新加坡南韩香港各多少嘞新加坡12,000南韩83,656差不多是香港的一半所以现在所谓的亚洲四小龙里面其他的三小龙并不承认台湾 是那第四小龙，叫做台湾是一条虫。台湾到底是不是像我们每天自己催眠、自己觉得我们台湾好棒啊，我们台湾真是高级啊。 다음은 대만의 예능 프로와 한국의 예능 프로를 비교하며 나오는 발언입니다. 刚刚有网友在问说，是不是台湾的综艺节目真的是没落了？是，是不是走下坡？是，不用讨论，这大家都同意的哈。但是我想请教制作人的是说。 为什么现在韩国一枝独秀呢？感觉日本的综艺节目，我刚刚不是这样讲，说早期都是抄日本的吗？那现在好像日本也不红了。以前我们看日本节目，我们都是喜欢他的所谓的态，就是比较娱乐性。就他们其实比较不是属于那种讲太多，就是宣扬他们自己的什么民族啊或什么的。因为日本本来就是工业社会，他们上班族就压力都很大，所以他们的综艺节目是一开始其实是排解压力。 纯粹的，就是让大家开心，放松。你看男女纠察队，你看志村大爆笑，对，所以变成说，那台湾早期其实他们也是师承这样的一个元素，所以他们就是会说，哇，我们其实是娱乐大家，就搞笑，就是大家看了就是看爆米花片嘛，对，就是我看了之后就哎呀，好好笑，笑完了之后其实我就忘了，但是韩国的综艺节目，就像我刚刚前面有提到，因为他们政府大力支持，所以他们其实把很多所谓的韩国的文化，他们的民族情感。 然后他们的一些情怀，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灌注到所谓的他们的节目当中。应该是说，他们进了中国之后，中国我们在接受他们韩国的东西之后，我们帮他其实，在我们的团队来讲，会比较发扬光大。像他们韩国就拍真人秀，他们是10部 K 嘛，可是我们呢，我们可以用30部 K 嘛，我们连那个艺人的手指头，他动一下或干嘛，我觉得更分的更细腻。像我们中。 中国有嘻哈这回，我们在幕后的真人秀，我们一个人的选手大概有3部 K 码盯着他，所以升级版就对了。其实我是觉得，在中国方面是他们帮他提升起来。像我们任何一个访问，像我看了一个最离谱的访问，就是我们两个艺人而已，我有25部 K 码。有人拍他的眼睛，有人拍他手，这就是他们的细腻，就是说到了中国，我们发扬光大之后，让他细腻。 이번 영상은 한국 여행객들이 대만을 여행한 후 느낀 점들을 소개한 대만 방송입니다. 来到西门町广场，走一圈，发现超过10家以上的日系店家，韩国人来台湾，发现台湾民众超爱日本文化。日系灯笼高高挂，日文字穿插在招牌标语上，从日式拉面到日本风味炸鸡到大型广告招牌，通通主打日系风格。还有这个日本字，店家直接拿来当做店名。台湾人多爱日本文化，韩国人在 PTT 上洋洋洒洒列出对台湾的看法，其中对日本文化的热爱，让他们匪夷所思。 连日本游客都察觉台湾街道上日系店家特别多，台湾民众怎么看？以前台湾有受过那个日本殖民嘛，所以老一辈还有加上老一辈的影响啊，所以哈日的比哈韩多。
除了热爱日本文化，台湾人还非常亲切，问路给予实质帮助。至于捷运习惯排队，常把请、谢谢、对不起挂嘴上，让韩国人觉得守秩序。食物方面则被认为香料味偏重，不过台湾物价便宜，像是夜市小吃、餐厅都比韩国花费低，也让韩国人羡慕。市容街景看起来比较老旧，在韩国机车大多用于外送，台湾则是机车很多。还有韩国人认为台湾人比较不爱打扮，化妆比例比韩国低，像皮肤，所以就不会很少化，因为觉得有点麻烦，而且不用化就好了。不少网友认同韩国人对外貌比较重视，但台湾女孩对于化不化妆也有自己的看法，而日本文化充斥风格特色，引发讨论。다음은한중문화를비교하는대만방송의영상입니다유교문화를언급하던중나온발언입니다我没有去过韩国，可是我教过很多韩国学生。我补充两点，刚才这个偶像说，这个韩国学生喝酒，除了要给长辈和老师敬酒以外，他们端起杯子说从来不会对着我们喝酒，都要转过来喝的。对，要转90度。对，这个很重要的是哈，这个现在呢没有这些东西了，中国。但是我觉得如果每个我的学生都转过来跟我喝酒，然后我也受不了。所以我想儒学在韩国的这个思想研究一直不是纯粹变成是一个理论研究和理论讨论，它是落实在日常行为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韩国市民社会里头它还有这样的一个传统保留，而我们这个社会里就很少有这样的东西。谢谢。다음은대만의한프로그램인데한국경제를논하는중대만제품중에서도한국에서인기있는것이있다고말하며든예시입니다그예시가좀당황스럽습니다这个奶啊，这个珍不是用你们的奶，是这个珍珠。这个珍珠台湾珍珠好吃哦，而且它还把它在地化。然后还加了当地的口味，而且把工厂都搬过去。一般来说，我们都会把它当作秘方哦，不传到外面。他把它，你知道为什么他在韩国设工厂吗？就要让韩国人说，你这些纤瘦的小姐们，即便你吃了真奶，你身材依旧美丽，没有任何的负担。那这件事情让韩国人相信哦。他直接在韩国设工厂。哦、oh, okay. ，那有你一去他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说，他这是没有添加任何化学药品的，然后是在地生产。可是很特别，因为工厂在台湾没有那么流行，没有，对，反而是在海外红，在地化了，红了之后又回来把台湾母公司买掉。是，最近他回来买了。那这里面其实有些韩国人跟台湾本厂的一些讨论的，其中把珍珠放在韩国生产这个要件。不过其实还有一个关键点啊。大部分我们在台湾就是在是不是在路边啊、哦？那美眉或者是小帅哥哈、哦，像世宗这样点完一个之后就摇摇走，对不对？可是，在韩国不能这么做，因为韩国四季分明，他一定要搞得跟咖啡厅一样。所以呢，你看这画面啊、哦，这是他们这个外面的这个外观啊、哦，里面都有咖啡座。所以你可以在里面呢，好好的享受一份来自台湾的珍奶这样的东西呢。这个贡茶呢，在南韩里面简直是疯掉了，所以他一年可以创造300-400亿的营业额。这个还是有在地文化的部分。你看，在日本就很少有这种可以拿着走的喝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日本人觉得边走边吃是一个非常非常稀得的代际，所以他们的文化里面不太有这样的一个逻辑。是，对。所以我可以补充一下，因为刚好两个多礼拜前我才去日本一趟，日本也有贡茶。那日本人的贡茶呢，其实不是台湾的母公司过去开的，也是韩国的公司过去开的。同样的，也就是他的那个贡茶不是像台湾或者是像中国大陆街边店，它是有座位的，对，让你坐着可以喝。虽然也许座位不是很多，它一定会有座位。我就是讲，因为是文化的部分，因为日本很难你看到路上，你看到路上这样边走边吃，那一定观光客，好不好啊、因为他们的文化里面觉得那个是就没有礼貌，就系列代际，就还有我觉得他们的韩国公司有一点做得蛮好，在接地气这方面，特别是像台湾，我们很熟悉嘛，半糖、微糖、少冰什么的。那对于很多国外人来讲，可能不晓得到底微糖到底是多微啊，少糖又是多少。他甚至会在他点餐的那个板子上面就跟你讲步骤一、步骤二、步骤三什么，少糖是几颗，微糖是几颗，通通标示得很清楚。所以就让一些外国人去，我就会知道说，哦，少糖是大概是多甜这样子，对不对 ？OK。다음은한국을다방면으로분석하는대만프로그램인데한국의인구문제를언급합니다未来几年，韩国政府大概只会有一个需求，就是对国民生孩子的需求。根据韩国统计厅发布的2018年出生统计的数据显示，
韩国新生儿数达到了1970年来的最低值。现在咱们听不会有什么感觉啊，平均一个女子最终生产不足一名子女，就现在0.9个啊等等的，这有什么问题吗？我看你这是很大的问题。根据这个数据推演的话，预测韩国将会成为世界唯一一个出生率进入零时代的国家。这个估算下来，官方的估算，如果要维持韩国的人口总数率是恒定的，就现在的人口总数不变，这个生育率要达到2.1啊，一夫一妻生两个孩子还要多一点点，因为有可能有意外死亡，这样人口总数才会平衡啊。但它现在是不到一了，所以照这个发展下去，5年之后韩国就会进入人口减少期。한국과북한의군사력을비교하는도중나온대만전문가의발언입니다。虽然我们站在一行，我是绝对反对他的观点啊，唯武器论。对，他认为朝鲜的武器装备就是个破武，就是迫击炮。但是我们讲，那你抗美援朝战争的时候，那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武器装备，不是说武器装备好的人就一定能够打胜仗。我们必须承认一个现实，朝鲜的武器装备确实不如韩国，差着一代可以说，因为这个 F-35B 还是 A 都是隐身的战机，朝鲜绝对没有隐身的战机，韩国有万吨级导弹驱逐舰，朝鲜绝对没有。但是你不能说未来发生冲突它就一定是失败者，我们要看到武器装备发展可能是不平衡的，打仗的时候不仅仅是凭武器装备打的，我们现在讲的这些武器装备是体现了美国和韩国在军事装备上性能上的优势，他在用这种优势来和朝鲜进行谈判。嗯，但是朝鲜它是一种非对称的武器发展，也就是说他要打首尔的时候他并不需要那么先进的武器。다음은남북관계를분석하는프로에서나온대만과중국전문가들의발언입니다。韩国总统的作用讲简单一点，就是美国总统听他多少，这个朝鲜这个啊委员长听他多少。在这个我们关注这个过程开始的时候，2018年初，这个文在寅总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那么现在核能会崩溃以后，文总统想再做很大努力，但是他现在的市场啊，在华盛顿和平壤市场确实比2018年年初小得多，这也是韩国对外政策现在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可能是我希望是暂时的困境。从未来来看呢，我觉着文在寅的作用不会太大了。为什么说呢？两边高峰会已经有了一次半了，1.5次了，那么是不是有第三次呢？这个不决定于文在寅，可能要决定于我们中国在这里方面去怎么协调去，决定于我们俄罗斯在这方面去怎么协调去。我们中国一定要在这方面去主动的发挥更大的作用。지긋지긋하게들었던단어와관련하여중국이잘못알고있다고지적하는대만의방송입니다。关于韩国端午节申遗这件事呢，很早以前大家应该就听说了，很多人看到这个新闻就开骂，呼吁啊保卫端午节，键盘侠吗？对吧？拯救地球就是靠他们啦，对吧？在这里纠正一个概念，韩国在2005年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是江陵端午祭，换句话说就是江陵地区庆祝端午节的民间庆典，这是一个庆典，主要活动是唱歌跳舞跳大绳，是吗？跟赛龙舟吃粽子不一样，所以韩国人抢了端午节，这个就是以讹传讹。일본에게식민지배를받았는데도그나라가좋다며친일을하는나라와식민지배를받았지만하루빨리친일을청산하고그들을앞서나가기위해노력한나라와의차이점이바로지금대만과한국의현주소를보여준다고봅니다시청해주셔서감사합니다행복한하루보내십시오